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符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490集的节目。今天给大家分享这款变形金刚啊，之前我都讲它叫做遗产，但现在有人跟我说呢，现在已经证明了叫做传承系列，好吧，传承确实听起来比较好听。这个 Bokeh 台湾这边的领袖之政的动画片，给它翻译叫做铁汉，那么在大陆的迷友口中它叫做隔板，那我今天还是叫它铁汉吧啊。那么这款玩具呼声比较高，大家期待度比较热烈，那也比较多人呢，希望我能够赶快拍这个玩具。那我就把它呢，其实是昨天吧，还是前天，我刚拿到而已。那么今天就给大家做一个分享啊。首先的话呢，在先前我看到它的这个人物的图像的时候呢，我想说，这个应该只是一个用了 Bokeh 这个名字的角色啊，但是呢，后来发现呢，它这里是有一个 Prime Universe， 就是领袖宇宙，那可能这就是这个系列吧。那 anyway， 我个人也不是说那么说期待说他把领袖之争的玩具重置或怎么样了啊，因为我总觉得只要是新模具，我就先给个60分呐、啊，这款玩具当然也不例外了。那么我左手边呢，这是非常优秀的领袖之争首发版的这个隔板。或者是叫铁汉，啊，是一个外形呢，能够用几个零件做出一个胖乎乎的一个相扑选手一样体型的一个家伙啊。那这个玩具现在也不容易买得到了啊。那我上面就是一些是第三方的配件包啊，这更不容易买到。那你各位知道一下就行了啊。这两者的话呢，风格可以说是截然不同，啊，这个就一整个就是比较 G1 的一个系列的感觉，可以说是整个车头啊，完全就是直接成为它的一个胸口了。当时看到的时候，我觉得，哎，是不是没啥创意啊？而且感觉好像身体不是很协调。但是看久了之后呢，我只能说，变形金刚的玩具，不知道是我们对它太有爱了，还是说，孩之宝的这个审美啊，设计师真的是太厉害了啊，总是能够让我们呢，多看几眼之后呢，就跟它发生感情了。那反而呢，我对这款玩具的喜欢程度呢，不算太差，不算太差。那么呢，也称不上说它有多好，但是还是那么一句话，能够玩到新的模具呢，我们还是比较开心的了啊。那么它的配件呢有三个，这个盾牌啊，各位非常明显可以看得出来，这是一个防爆的一个盾牌，那可以插在手上。那这两片的大小呢，你要怎么去调节，这完全是看你个人了。你要摆成这样啊也行，或者是往后包下来啊，这个完全是看你个人的。那么如果你不喜欢呢，这个放在手上，因为它在手上，其实它的插孔的位置呢在这里啊，我总觉得呢，就是盾牌来讲还是，其实它不算大，但是呢，这个手臂的可动，主要是胸口这么大，你这个无法把这个盾牌举到正前方，胖子的命运啊，这个前面的妨碍的太多了啊。那所以的话呢，通常的话呢，我的话了，尤其是，考虑到这个变形的时候呢，它是直接是在背后的，我就干脆把它背到后面算了啊，有一个大龟壳嘛。那另外一个就是这个肩炮，其实这个肩炮我是觉得有点意思啊，它在侧边做出一个凸啊，然后能扣在侧边这个洞，所以它这两侧都可以扣了啊。那么就是一个用透明蓝色部件上银漆。然后这个拿在手上当然是没有问题，但是以这个魁梧型的家伙来说，拿这个手枪是不是太小了一点呢、啊、确实是小了一点啊。那么呢，另外的话呢，就是这个刺球啊，也不能讲刺球，因为它实际上没有什么，没有什么。这个刺球的话呢，就是它是可以从这个地方这里把它给掰开来的，从这个地方往下掰开来，解开之后，如此这般，啊，它的一个握法是这样的啊，握上去，然后这样扣起来，我觉得有点意思啊。这个武器这样做呢，算是有那么一点诚意啊。以现在的官方来说呢，这个做法算是有想做了啊，他没有说，是把这个拳头收进去，然后这样插上去啊，并没有这样子。那么涂装给各位看一下，是有上银漆啊，有不是很亮的银漆。所以就感觉上的好像稍微薄了一点。那么我们接下来就看一下啊，这款玩具的一个基本的可动啊，顺便也看一些细节好了。这个头雕还是好看啊，下巴啊这么大这么宽，这个有就是铁憨憨的感觉。那么胸口这一块看得出来，它应该是一个水蓝色的透明部件，然后去上绿色的漆，
那这个时候你就要注意了，这个我也不知道是刮伤还是怎么样，反正我还是那么一句话，这个包装的话呢，就是有再次的再把包装拿出来鞭尸一下，对不对？这个真的很有可能会去刮到了。然后这个腰身在下方，这里可以转动手臂，360度转动当然不在话下了啊，额头肌也可以转动，手肘弯超过于90度，脚前后左右踢啊，当然是没问题的啊，有一个接地。那整体的人形的比例来讲的话呢，我觉得也算是好看啊，但是这个胸口凸这么多出来，你看他绝对是看不到自己的下半身的啊，胖子的命运啊，呵呵，但是你胖到胸口啊，行吧，那我们的话呢就来进行它的一个变形过程好了啊，因为这款玩具现在虽然是 Vogue Class，但是啊实际上的变形的难度呢，也就是以前的 V 级的一个差不多是 V 级的大小而已。那我们来开始它的一个，也算是有点小乐趣的变形过程吧啊。那我们首先的话呢，是把这个啊两侧的手臂给打开，两侧给打开，然后呢稍微往下放一点。这个时候呢，这个整个这个肚子啊，这里锁扣解开之后，就可以往上抬上去了啊。抬上去之后的话呢，我们就先把这里有个地方，这里要把它给解开，在这个地方把它给松开来，这里。哎，对，我弄错了啊，对不起，应该先把黑色这一块给拨开来。但是我要提一下，它这个地方哦，非常的尖锐哦，你手去抠是会有一点痛的哦，真的会痛啊，这个要特别注意一下。至少我手上这一块是，绝对是这个样子。这里松开，好，然后这里可以解开，然后这个部件往前面推到底，好，先到这边。接下来的话怎么做呢？把这个部件往上面推上，车头往上推一点点，往上推上去，再来把头给往下按，里头有一个黑色部件在这里，把它给推出去，到这边啊，形成它的一个车顶盖。接下来的话呢，两手的话呢，就把它给往下，从这里侧边这里把它往下滑下来，然后拳头给转到下方去，到这边。好了，我再转到正面给各位看了，转下来之后，在这个地方。两侧把它给扣上，扣上之后呢，再把手臂呢折到底，到这边，然后呢就把它给收到车头里头去，这样整个收进去。好的，整个塞进去了。再来的话呢，这个部件可以往下按下来，两边这个尾轮胎把它给打开来。好，到这边，那么这个变形其实已经就差不多了啊。再让我们把这个。把这个，我记得是把这个打开，这里是整个变形里头呢，我觉得算是最唯一吧，唯一的一个啊，会让我比较有惊喜感的，就是它里头这个油箱藏在里头，掰出来之后转180度，然后呢，我们把它给往前面跪下来的样子，这个部件回过来，跪下来情况下呢，这里这个凸就给扣进这边有个凹，你要把它膝盖折90度。啊，这个凸跟凹呢才能够正常的扣进去啊，它才能够成一个90度的一个状态。到这边，那我们接下来就这样把它推上去到这里，然后这里还有一个灰色的凸，对不对？它要扣前方，这里有一个洞在这边，还有希望光也能够打得到，到这里扣上。然后这个部件的话呢，先把它往下推到这里，好，如此这般。那这里的话也就一样了啊，我们把它给打开，这个往后面放下来。里头的灰色部件，把它推出来，球形关节翻转180度，然后呢，膝盖要跪下来，后面这个地方盖起来啊，膝盖跪下来，然后呢，这个凸跟凹在这边啊，就可以做一个结合，扣上去。它的一个后半部这里的变形的话呢，第一次变的时候呢，是真的是需要稍微练习一下。好，这个地方也把它扣上，然后呢，两腿中间合并。如果你觉得说这个东西妨碍你，其实你把它拔掉也没有关系啊，最后再把它密合起来就可以了。到这边，然后往前面推一下啊，把它密合一下。最后这个地方放下来，这里有一个凸，好，扣进这里这个洞。那在那之前的话呢，我们呢武器记得把它给收进去。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两个。半个凸合成一个大凸，前后都有。那我个人的习惯呢是扣
后面这里，我的习惯是把它扣在这一边。那么呢，我们的这个武器呢，如果你愿意的话呢，也是可以把它收在里头，但是我个人的话呢，不会想把它收在里头啊，我喜欢把它放在车顶上面啊。然后先把它这个地方盖起来，这里也是一样的，盖上，两侧都盖上。然后呢，后方这个盖子它是有一个结合卡扣的，记得把它给扣上。然后呢，稍微捏一捏，个人习惯，把武器放在上方。好的，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就完成了这一款铁汉的一个变形过程。那我们的话呢，就稍微看一下，它是一台这个说它是军用的卡车，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啊。前方，它这个车子的前方，你看突，我是不知道现实中这个军用车辆有没有前面多这么多了啊。等它轮胎是在比较偏车头的后方。那么呢，如果全部变形到位的时候呢，它这个腿也是有斜一个角度的，所以就不用特别去调整。露出来这一块可能是它在外观上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毛病。其他的话呢，后方你可以看到，我的习惯是把它给次弹放后面。你这个其实是可以往后放下来的。我们做一个往后放下来这样子的一个。然后里头呢载了一个特殊的一个什么科学装置在里头的一个感觉。那我觉得还算有点意思，还算有点意思啊。如果你愿意的话，你也是可以摆这样子的。那我们就再次的先把它给合上去。那武器我就习惯放在车顶了。滚动性的话还算不错了啊。那轮胎没有铆钉。造型的话呢就没有其他的涂装了，就只有造型而已。油桶吧，是一个全部都是纯灰色的塑胶，摆在侧边。那么底盘收纳也还算可以，整个车型是方方正正了啊。那么后方它就是做成，你看它有一个类似于是这个就布料，对不对？就是那种帆布啊什么的一个感觉。那你想想看，这个本来是帆布，是软的，那你怎么能够变成是防爆盾牌呢？对不对？这个就好吧，这种物质转换的概念，我个人是比较觉得说，好，你这脑洞也想得出来啊。当然就外观来看，它是没有什么毛病，我觉得也还算可以。那么整个玩具是不过不失吧，就以现在的 V 级来说，这一款也算是及格了，也算是及格了。然后推车啊什么的，我觉得各方面来讲就还不赖啊，还不赖。但是就可能有些人还觉得说这不够好，但是我个人的感觉了啊，因为它并跟它这个这两个铁杆其实并，这个是所谓的一个 Prime 宇宙或是传承系列，其实他们也不用特别说拿它来比较它了，我觉得是没有这个必要啊。你就把它完全是当成是一个新的模具，新的一个诠释 Bokeh 这个人物的一款玩具吧啊。那今天的话呢，就给各位进行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